这个圣诞节呀都关门了，但是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家乐福叫 Express 啊。我那个符号我是认识的家乐福，但是那个表达方式我还真不知道啊，我就叫 Carrefour， 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，还是说这是其他的含义。然后我买了瓶水，这个水就是家乐福产的 Carrefour， 然后这还有个饼干啊，巧克力，这个就算是今天的晚饭了，水加巧克力，挺便宜的，5块钱。哎，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这瓶水啊，里面并没有气儿啊，它很多地方有的 gas， 就是加气儿。再来看一下这个。